师做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祭祖对和谐社会的意义。有请令宏法师。尊敬的大会主办方，各位大德，各位长老，各位法师高道，各位老师们，尊敬的林会长，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受到论坛主办方的邀请，在此地呢跟大家学习汇报一个很有意义的专题，就是祭祖对和谐社会的意义。那么墨学呢是对于传统文化并不是非常内行啊，虽然只是学了一些经典啊，但是对于文化的精髓啊，对于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浅薄啊，没有很深入，所以必定有很多讲的不妥当的地方呢请各位大德老师们要指正。那么和谐社会呀，现在是不仅是中国，包括世界各个国家地区都是非常关心，非常渴望得到的这样的一种境界。那么和谐的社会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这个这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是物质文明，第二部分呢是精神文明，而两者之间呢是以精神文明为关键。所以当一个国家人民呢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他们的精神境界很高，他们也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幸福。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人民很富裕，但是呢这个道德的水平精神文明这个层次不够高人民也是很烦恼，社会也一样的动乱。那么我们看到近些年来欧美有很多的这些国家都出现种种的社会问题。人民虽然呢他有富足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快乐，那这个社会不能称为和谐。而如果一个国家，比如说呢大家可能知道的不丹这个小国，它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一般人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封闭比较偏僻的国家对外交流也很少但是呢这个国家的幸福指数他们叫 GHP 不叫 GMP，叫 General Happiness Product GHP 的指数非常高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人民呢就非常的幸福安和乐利真的有点像一个小的大同世界一样所以呢可见的和谐社会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物质生活不在于经济是不是发达，是在于他的精神文明建设。那么自古以来，我们看到古圣先贤给我们做的示现无不是这样。我们读《论语》，看到孔老夫子在《论语》上他自己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吃饭
是非常的啊粗干粗茶淡饭的啊，饮的是白开水啊，没有喝咖啡呀 啊没有茶呀 啊但是呢在很这个知足。睡觉呢连枕头都没有，把手臂取起来取弓而枕之啊，可是他乐在其中啊。他的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呢就跟他老师一样啊，论语上呢我们看到孔老夫子赞叹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居陋下啊，人不堪其忧啊，回也不敢其乐啊，现在回也啊。孔子非常赞叹颜回啊，从哪一点可以看出呢？就从他的安住在清贫的生活中，所谓安贫乐道啊。你看吃饭嘛，连碗都没有，用那个竹子编成的那小碗叫做箪啊，一箪食啊。这个喝水呀，连杯子都没有，用那个葫芦瓢啊，居住在陋巷里面。别人在他的处境啊，已经觉得非常忧虑了。可是呢，颜回居然不改变他快乐的生活方式。乐在哪里呢？乐在道上，啊，乐在这个精神层次啊，他的思想境界不断的提升，与道相应，啊，每天在过着圣贤一样的生活，啊，这确实是啊很快乐。这个快乐呢，我有自己呀，要放下物欲。你像颜回、像孔子那样，你才能够尝到所谓呀，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古来的这些圣贤，每个宗教的创教者，他们无不是啊过着这样的啊安贫乐道的生活。像老子啊，他崇尚清净无为的生活啊，他喜欢的归隐啊，不喜欢入世啊。佛陀也是这样，放弃了王宫非常优越的这个富贵的生活，出家修道，过着日中一时、宿下一宿的生活，他也乐在其中。那么我们看耶稣基督啊，穆罕默德啊，他们无不是啊过着知足常乐的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自己本身已经表现出啊和谐的样子来了。所以和谐社会必须要和谐自身做起啊。儒家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身什么叫修身呢？我们的身和谐了啊，就是自己跟自己和谐了啊。你没有被欲望所缠缚，你没有被烦恼啊所这个拘束，那么你自己就能和谐。那你才能够和谐自己的家庭。阔尔大师呢，你能和谐你的社区、你的社会、你的国家乃至天下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世界和谐啊。那么要和谐自身呢，那就是要在内心深处把一切对立、把一切冲突放下啊，要做到心的和谐。修身在正其心，心如何得正呢？你没有欲望就得其正嘛。啊，大学里讲的，啊，这个有所奋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啊，有所好药则不得其正。好药者贪爱啊，欲望啊，有所忧患啊，则不得其正。也就是说，佛法里讲的。把贪嗔痴慢疑这些种种的烦恼放下，你的心就正了。心正者身修，身修者家齐国治天下平啊。所以在古圣先贤的教诲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2000多年前
圣贤人已经把和谐之道给我们讲清楚了啊，而且点出和谐的根本在哪里，根本就是我们自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啊，修好自己了，这天下就和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深啊，因为自己跟天下不二啊，是一体的，不二。古圣先贤证悟了这个境界，他知道自己这个身跟整个社会、整个天下乃至整个宇宙是一体的啊，用宗教的话来讲，跟神是一体的啊，跟上帝是一体的，我们是上帝的一部分啊，我们这个身呢是上帝的一部分而已，我们这个身是啊宇宙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的肉体啊上面有50兆个细胞啊，那我们这个小的身体呢就是这个大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细胞，大身体呢是代表宇宙啊所有的众生啊，所以这个能够啊处处想到这个整体啊，起心动念为天下着想还不够，还要更大的心量为宇宙长生着想，你的心就彻底圆满的和谐。所以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啊，佛教里面称为明心见性的境界。什么叫明心见性啊？你认识宇宙人生真相了，知道整个宇宙跟你是一不二啊，所以要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而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呢，又取决于德教啊，道德文化的教育。在儒家十三经的《礼记·学记》里面呢，有一句话说：“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啊，所以古圣先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他用什么方法呢？他用了教育啊，人。你要好好的教他，他就变好人了啊！你要不教他，他在这社会就会受污染，就变成坏人了啊！坏人多的地方，那社会当然就不和谐了啊！所以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啊，恐怖分子也是教出来的，就看你用什么教他。那怎么个教法呢？三字经里面呢，把教育的原理就给我们讲清楚啊，所谓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啊，这六句把教育的原理给我们点出来啊，人本来的面目啊是性本善，这个性啊是本性啊，佛家讲自性啊，宗教里讲神性啊，这个性啊啊，不管你用什么名词，就是讲我们本来的样子，是本善。这个本善呢，不是善恶对待相对的那个善，而是绝对的善，完美的善，里头必有恶。那么，如果我们啊，这个出生之后，不断的接受圣贤的教育，就可以保存我们的本善。这个人就能成为圣人啊，宗教里讲成为义人，佛法里讲成佛从菩萨啊，儒家讲成圣成贤。但是如果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就是这个性相近习相远，那个习性啊就不善了啊，贪嗔痴慢啊，自私自利都起来了，损人利己、急功好利等等等等，傲慢嫉妒啊，所有的一些烦恼都属于习性，在社会里受到了染污，所以呢，这个覆盖了我们原有的本善。所以教育的目标就是把那个不好的习性啊
驱除掉。狗不叫性乃迁，所以要叫，如果你不叫它，它就变了。啊，教育原理就是让人回归本善。那么在《孝经》里面，这部经典啊，虽然是自古以来同盟的教材，但是里头讲到的都是古圣先王和谐世界的法宝。这个《广要道纲》第十二就讲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呢，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持名呢，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教怎么用什么来教？用这些善法。这里讲到的孝悌礼乐啊，要教人民孝顺啊，你才能让人民啊生出这个爱心来。这个爱是人的天性啊，跟父子啊母子之间，他自然就会有这种爱，没有人去教他。你看那个小孩刚出生啊，他跟母亲那种情感，那真是最纯真的感情，那叫父子有亲，那个是这个真性的流露。那圣贤教人就是把这种天性保持永久不变，而且发扬光大。首先从对父母开始，把这个爱心呢保存下来，对父母尽孝，然后呢扩展呢对一切人都爱，《弟子规》上讲，凡是人皆须爱。那么，悌，这是有上下长幼尊卑的这样的一种规矩。上下要互敬互爱啊，上对下要有仁啊，下对上要敬啊。那么，这是要有宣扬悌道。悌也是孝啊，兄弟之间的悌道，它也是孝道。兄弟睦，孝在中。那么礼和乐呢？礼用以治身，乐用以调心。移风易俗，最好的是用音乐、用艺术。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媒体的这种节目娱乐啊。如果能够加上道德教育的内涵，这人民就很容易教好所以刚才我们听到上午顾老师给我们唱的这些歌曲，就让我们能够提起那种正气，移风易俗。如果唱的都是靡靡之音都是那种要死要活的那听了之后那民族衰亡从这里开始所以移风易俗，乐是很重要的。那么安上持名，这个持就是治，让国民都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上下之间呢没有怨恨这个互相都能够关怀照顾那么这是要靠礼来维持。礼比法要好法是什么呢？可以强制性的惩治惩罚犯罪者那未必能够完全堵得住漏洞因为法总有漏洞这个法律再健全它总是能够找到法律漏洞的。那理智是什么呢？叫人懂得仁义道德他自然就生那种耻心，觉得如果不遵守礼不讲道德仁义，这很可耻他自然就不会干那些违礼违法的事情就不用强制他所以这个比法治更好法治是用来辅助理智、礼教
应该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古圣先王啊，他们就是用这些道德礼乐来进行教化，能使天下祥和。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祭祀大典啊，是祭礼。今天上午我们听到彭林教授所说的，祭礼是中国的礼当中啊最重要的一环，它本身也是教育啊。那么礼教什么呢？孝经上讲了，礼者敬而已，叫敬啊。啊，人有真诚有恭敬，那么他做事做人啊才能做得好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恭敬的心，随随便便，那么这个人生就是这样随随便便的过啊。那么这些都是道德的教育，它是精神文明建设里这当中啊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其次的啊，通过一些娱乐啊啊一些这个啊艺术的这种表现，它当然也是精神文明。但是无论用什么方式，它的核心还是要归纳到教育上面。今天早上，这个葛教授又提到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就代沟问题啊。我们现在啊，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葛教授提出的问题，我立刻就想到，一定要有教育。苟不教，性乃迁啊。孝道本身啊，它就里头啊没有代沟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孝字。啊，大家都知道孝字怎么写啊？你看那个孝字上面是个老字头啊，下面是个子字底，它什么含义呢？老一代和子一代啊合而为一，一体的，这就是孝啊。如果是中间隔开了，就是现在讲代沟啊，父母跟我们有代沟了，就没有孝道了，孝就没有了啊。那么中国古人最注重这个孝道的教育啊，《孝经》开宗明义就说到，先王的至德要道啊。彭教授今天早上也谈到这个问题，至高无上的品德，最重要的治国之道就是讲孝啊。这是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道德之根本啊。这精神文明建设根本在于德教，德教根本呢在孝道的教育。所以教之所由生啊，教育要从这儿开始，所以它是德教之首要啊。而祭礼呢，又是教孝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啊。所以祭祀祖先，大家可千万不要把它误会，这是什么封建迷信的活动啊？这是搞这个拜偶像的啊？这些完全都是误会啊，不能够啊体解古圣先王的这种啊和谐社会的良苦用心啊。那么你看这个孝字吧，老一代和子一代的，我们跟父母是一体的，这个我们比较容易能体会。实在讲呢，父母上面还有父母，过去父母啊是很多事啊啊，像我的老师啊，上进下空啊，老和尚啊，他的家谱，他俗姓徐，我们看他的家谱，他是啊从皇帝一时到现在，他那代是第136代啊，真的就是炎黄子孙了，那136代的祖先跟我也是一体的啊，都没有分开的呀啊。我们底下当然也有儿女啊啊，儿女下面呢又有儿女，绵延至永远，过去从无始开始啊，未来到无终，无始无终都是一体
这样的心量扩大到整个宇宙啊，宇就是讲空间，宙是讲时间，广大无边的时空都变成一体了。这是孝的深刻的含义。我们如果能入这个境界，那你就是圣人了啊，你就是佛了啊，你就跟神同体了啊，不是与神同在了，与神同体了。这个境界最高境界。那么，所以讲的和谐，最终是导归到一体上来。如果不是归到一体，还有二，这个二里头还是有那么一点不和谐啊。那么，古圣先王所有的教化目标就在这儿啊，就是为了和谐一体。那么刚才讲了啊，这个古圣先王重视孝道的教育，而祭礼又是孝道教育的重要环节。那个《孝经感应章》有一句话说：“宗庙致敬啊，鬼神助。”宗庙这是古时候祭祀的地方。那么在我们祭祀祖先的时候，你看《礼记》上讲的。这个皇帝过去祭祀啊，他带头啊，全国上下都要祭祖啊。他们祭祖怎么祭呢？提前三天沐浴再祭啊，把身体的洗干净了啊，把心也得洗干净。斋祭的目的就是洗心啊，这个在独处这居室当中啊，没有任何的男女之欲。啊，也没有外面的世俗之欲，啊，就是在里头闭关三天呐，哦，然后做什么呢？他修禅定了，啊，他在思维，祖先这过世的这些父母祖先他们的音容笑貌，啊，他们的德行，每天在那里冥思，这种就是修禅定啊。在这种定中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感通了啊，这所以宗庙致敬，敬到极处，诚敬到极处的时候感通了，跟这个鬼神就能感通啊。那彭教授刚早上也澄清了，这个鬼神不是我们现在想的鬼神，这个鬼神就是祖先的魂啊。那我们这祖先虽然身体不在，可魂在了啊，他的精神层次的这个生命在了啊。那我们怎么能够跟这个精神层次、这个精神的生命合为一体呢？必须要这样修禅定啊，在定中你能合为一体啊。那古时候的古圣先王都是圣人，这个周公治理。治这个这些礼啊，它这好大好多种不同的礼啊，祭礼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它的目标啊，实际上都是让子孙能够不忘啊祖德，能够把祖德继承下来，能够发扬光大。那么，所以当我们在祭祀的时候，这正是跟祖先合而为一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祖先的德行啊，祖先的价值啊，全部啊都能够啊落到我们的身上啊。那我们呢，要继承祖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和德行，来继续的帮助眼前这个社会的一切大众啊。所以完全就是啊，大公无私的想法啊。那么在《孝经·圣十章》第九啊，就给我们讲到祭祀的这个祖先，祭祀祖先的啊来由。为什么周公要治理治这个祭？孔子在这里跟我们讲啊，《孝经》是孔子所述，他说：“天地之性啊，人为贵。”人之行啊，莫大于孝。
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交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啊，我们先看这。孝经，孔子对曾子所说。曾子在这里问呢，圣人之德有没有超过孝？孔老夫子说，圣人的道德没有超过孝。换句话说，孝就是圣人的圆满的道德。你把孝做到了极致，你就是圣人。啊，不仅孝养自己的父母，孝养天下一切众生。啊，佛家讲啊，孝养虚空法界一切寒灵一切众生。啊，那你不就是成佛了吗？啊，成菩萨了吗？所以这个圣人的道德可以用一个字代表，就是孝。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在这里把理告诉我们了啊，什么道理啊？天地之性，这个性当生字讲啊，天地所生的万物，人最贵啊，这个天地万物之灵啊，贵在哪里呢？因为他懂得孝养父母，他有道德仁义啊，他有受过教化啊，我们讲有文化。这个文化的意思啊，以文化之啊，这话是教化的意思啊，用这个文就是祖先古圣先贤遗留下来的这些教化，用这个来教化我们啊，我们自己也能够变化气质啊，这叫化啊，所以人贵在此地啊。那人的行为呢，莫大于孝。孝是最高的德行啊，那孝呢又莫大于严父，它一层一层下来，严是尊严，让自己的父亲啊，当然也包括祖父啊，这个往上推，都能够尊严得到最高的尊严。那怎么来做呢？实际操作是如何呢？严父莫大于配天，这周公的职位。他把父亲，把这个祖父已经亡故的这些祖先，跟天配祭，啊，天是至高无上，啊，把这个父亲跟他了配，就是天是啊主人啊，他呢是坐在旁边啊，等于做个助理，天的助理，啊，那这个是最高，所以为什么天这个啊？过去皇帝称为天子了，啊，那就是这样。那么把父亲呢跟天相配，把父亲的尊严推到极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培养人的恭敬之心，培养人的孝心。周公其人也，周公的智慧啊，啊，昔者过去周公交祀，他在祭祀这个。祖先呢，往往是先祭天啊，再祭祖，在郊外祭叫郊祀。后祭呢是周家的祖先啊，他是啊这个我国农业的始祖啊，他发明农耕的啊。当时尧任命他做我们现在讲农业部长啊，带大家学习农耕啊。所以他这个厚德，你看子孙文王啊，是他第十五代孙啊。这个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啊，他辅佐他大哥武王啊，建立周朝，治理作乐。他把这个自己的祖先后稷跟天来配祭啊，然后在宗庙里面呢，宗祀祭祀文王于明堂啊。来，在明堂里面呢，啊，我们祭祀上帝，同时我们把文王的这个牌位也供上去了，啊，这是把祖先也放到很高的位置，啊，后继是十五代前的祖先，文王就是他们的父亲，
所以四海之内呀，各以其职来助祭，啊，他们所有四方官员乃至百姓都来助祭，这是啊祭祖的这个缘起啊，是怎么来的？目的就是呢，教以孝道，教以诚信之道，所以圣人之德啊，何以加于孝乎？啊，那么圣人之教也是啊，用祭礼可以充分的去表现啊，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心性极则之理啊，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宇宙一切众生是一体的这个道理，这个叫孝道。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来教孝道。为什么要教孝道呢？因为一体是叫自性本有的性德啊。你看看小孩刚生下来啊，这里讲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言啊。小孩刚生下来，那两岁大的孩子，你看啊，三岁以前都是这样，他离不开父母的怀抱啊，那真是一体的爱啊，父母爱他，他也爱父母啊。然后慢慢长大嘛，哎，除了教爱，保持这个爱心以外，还要教他尊严，对父母要恭敬，养父母日言呢，就是刚才啊葛教授讲到的，要尊亲啊，养亲尊亲。所以圣人因言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因就是依据，依据这个尊严这种啊恭敬的性德啊，来启发人的这个性格。因亲，亲就是啊跟父母的那种爱心，父子有亲那个亲啊，教他的爱。这个爱心就是一体的那种啊心态，就像我们身体，如果哪个器官要是啊受伤了啊，左手受伤，右手呢我们去抚摸它，这种爱抚啊，啊，那根本没有条件嘛，无常的嘛，义务的嘛，而且是自然的啊，所以圣贤佛菩萨帮助我们，那都是啊，他自然，他出于天性啊。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没有理由的啊。你右手为什么要帮助左手啊？为什么？你要问你是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应该这样的吗？一体的吗？啊，所以上帝为什么能够把耶稣送下来啊，为世人流血，牺牲生命来洗清人的罪啊？那是一体的吗？这个佛为什么能够啊看到众生饥饿的时候舍身喂虎啊，割肉喂鹰啊，看到那个老鹰他饿，他都把肉都割下来给他，一体的吗？你要实在问为什么，这根本不用去解释的呀。这个境界真的叫大爱博爱啊，在佛法里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谢谢啊。所以圣人的教化不速而成啊，其正不言而至啊，啊，其所因者本也。圣人他用这个性德，自性本有的性德来教化众生，不速而成，你不用很严肃的教化啊，就是你看父子之间那种亲密的那种交流，就成就了他的性德了啊。政治也不用啊，用非常严厉的那种啊法律的那种严刑的手段，他也能够使国家安定和谐。这个所依靠的是本也，就是根本啊。根本是什么？就是孝的这个道德，能够推广孝道的教育，就能使天下和谐。不仅让这个人为的灾难化解，
自然的灾难也能化解。啊，《孝经》上《孝十章》第八有这么一段话说：“生则亲安之，祭则回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自然灾害很多啊，灾难很频繁啊，这个好像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都严重啊。还有一些人这个看到那些古代的玛雅预言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那更恐慌了啊。啊，那么现在这个我们看到前几天日本政府还公布啊，说这个啊，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特大地震已经被定性为1000年一遇的特大地震，9.1级啊。这些啊讯息确实让人觉得忧虑。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古圣先贤有办法啊。你看《孝经》上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回归到孝道教育，每个人都能产生孝心，每个人都能够因孝而有博爱。那么这里讲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原因在哪里呢？这道理很深，现在量子科学家给我们把道理揭示出来啊，这最前沿的科学发现，物质你把它分析的最小啊，是什么呢？现在讲的啊，基本粒子啊，这个现在不再是夸克，不再是电子了啊，这个比电子还要更小的有这个微中子啊，大概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啊，这个大小啊。再往下分呢，他们发现呢，只是一种波动啊。天文学里面有一个叫弦理论啊 ，string theory。这个弦理论发现呢，就是这个所有物质是由像琴弦一样的振动而产生，它不是物质，就是振动啊。到底是什么动呢？这个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博士啊，他说这是来源于意识的震动，就是你念头在动啊。像佛门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讲，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怎么样？仁者心动。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你的念头在动，你的念头怎么动，决定的这个物质世界是美好还是灾难啊。所以要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追到根源，把我们的心的波动要调整过来，我们的心念呢和谐了，你这个世界就能和谐啊。所以你看古圣先贤讲的这个道理其实有很深的啊这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啊道理在其中啊，它不是迷信啊，这是讲的因果啊。我们的心善良啊，这个世界就美善；我们的心要是恶啊，这个不善，这个世界就很多的天灾人祸啊。我们的心清净，这个世界就是净土啊。观《无量寿经》讲，这个心净则佛土净啊。这有量子科学家的科学根据啊。啊，那叫这个人断恶修善，改邪归正啊，把自己的心地清净下来，从哪入手呢？就要从教孝啊。这个人人都能找到感觉啊，很容易做到。而戒礼正是帮助我们启发孝心，保全孝心啊，这个扩大孝心的最好的教育。啊，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这个现在祖国在提倡以文化
来兴国，这个闻而化之啊，就是要把古圣先贤的教诲啊，要推扬啊，这个宣扬，要推广，发扬光大，用他的教化国民啊。所以我们这次这个五个主办单位啊，共同联合啊，主办这次的万人祭祀祖先的这样的大典，标志着祖国走向盛世的，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大概我所知道的，这个12000人共聚一堂，祭祀了我们的啊祖先，这个可能建国以来尚属啊首次吧，啊，起码是吧？起码呢，这是在这个香港和海外地区肯定是首次啊，所以呢，我们呢由衷的祝贺啊，由衷的欢喜啊，希望呢这样的这大典的活动，人人来参与啊，年年来举办啊，这样和谐社会就不会遥远。那我的时间呢是预计在3点钟结束，现在时间到了，那我就不多说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各位这些大德长老一会儿还给我们做分享，我是抱着一个来求学的态度啊。这个在圣贤大德面前，我是个学生啊，请你们呢多多的指教，谢谢大家。